开会了啊，今天开批斗会，批斗孙家亮，天不亮就嗷嗷乱叫，影响了主人休息，也影响了左邻右舍，这种不听话的行为该怎么办？庄董送走啊，我看行啊。孙家亮进来，进来，你同意送走了啊？看到没，还理直气壮的啊，行，算你有本事啊，一会儿开饭你别吃了啊，你别吃饭了，不要你了，谁要给谁，看到没，就这么鲤鱼啊，这么鲤鱼，看到没啊，咱们开饭不给他吃，好，我们开饭。今天宝贝们吃的是鲜凉梭鸭肉梨内含管理配方狗粮，里面有鲜鸭肉、鸭肉粉、玉米、牛肉骨粉、小麦，它最主要里面添加了蔓越莓、枸杞脂、胡萝卜粉，它清火明目，马上吃了不长裂痕哦。现有活动58一包，一包四斤装，拍68四斤装的还赠送魔力圈一个，而且是开袋不吃包退，还有运费险，现在还在活动中，喜欢的家人们还在等什么，快给宝宝入手一单吧。一二三，大亮啊，你不吃啊，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不吃哈，不吃拉倒，不吃就饿着啊，吃饱了都吃了，吃干净啊。